第一场，甚至说打到第二场的时候呢，这个比赛状态啊难以预知。因为这个季后赛无论是 NBA 还是 CBA 都是说我中间隔很短的时间，隔一天隔两天，然后第一轮就开始了。好，这边呢是辽宁队拿到了今天的第一波进攻球权。今天福建换防，对，是吧？其实你看辽宁能辽宁是一支，哇，漂亮啊，漂亮啊，用了一个小后卫的技术，对，他先投，你让让他投进第一个位置。王德林，好球，转身漂亮。辽宁队只要单挡掩护呢，就能突起来，突起来直接造成呢就是篮下的一打一。哇，王德林的三分球有了，厉害，这是防守。他的这个抢断还有篮板球都很不错。王哲林低位一对一晃起来，好球！林刚下，杰特跟王哲林搭档拆，扣回来，中距离，对，给王哲林机会，好球啊！这王哲林这个投篮的稳定性非常高，因为甭管谁防呢，嚯，怪伦这边自投自抢，给盖了，这挑战一下王哲林的高度，球。边线挡拆，巴斯莱协防下运一步犯规，到这个位置王哲林基本上起来就直接能攻框了。王哲林这球不错，这球啊他也是多做了一假动作，要不然啊正吃巴斯策略，防挡拆策略，防内线策略呢很紧张。哇，王哲林好球，两个人啊斗了一下心眼，对，哟，还是尼克尔森直接勾了好球啊！这是第一个进攻篮板球，二次进攻得分。对，现在转换，好球！王哲林，好的。现在王哲林这扣篮是真多呀。对，终结没问题，王哲林终结非常有信心。对，是吧？失误给辽宁队反击的机会啊，有点多。对，这个你只要失误就是反击。对，人家底线突破。对，哎。第二下不进了。对，王春杰肯定是王哲林刘志轩回来了。哎，刘志轩去防杰特。哎，这边赵泰龙外线好球，三分球有了。外文跳不进来，左手被王哲林盖掉。海线了。王哲林的今天比赛里两次封盖郭艾伦的上篮。对，占优势我就使劲用身体。对，其实有的球呢他一找呢，裁判没吹他失去身体平衡。对，后卫好球，王哲林标准的大个打小个的站这个技术动作，大延误，大延误回位，胡龙茂45度的切入，好球，这球给的漂亮，这球胡龙茂啊，对，7秒钟，杰特也是阴暗道过人，这球被干扰了，篮板球王哲林拿到，2+1。这球呢，就是郭艾伦其实已经想到了，说我要犯规，对，晚了，晚了，晚上一步，晚了啊！王哲林这球其实已经脱手了，这个就真的是凭借着指尖的感，关键的罚球，哎，你领先3分和领先2分完全不一样，能不能罚进？好，罚中，罚中，是不是三绕前？掩护的手递手，今天往内线顺，在手递手拆开，王哲林好球，一转身骗过了巴斯，篮下再起2+1。第二个加时赛一开始，其实王哲林你看啊，他这个转身的速度还真的是快，一个篮板，厉害啊，30+20啊，加罚也有了，也是小伙职业生涯历史上。前面黄一超防郭艾伦，郭艾伦转身被王哲林盖掉，篮球拿回来，看巴斯犯规了，这应该有了吧，这2+1吧，2+1了，对，这肯定2+1了吧，终于是2+1。这个系列赛呢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，因为福建队确实季后赛之前的经验包括球队打法特点上啊，就是让大家如果预测的话，可能大部分人会预测辽宁队能赢系列赛，但是这一场打完之后不见得。